但係比岸天啦，所有嘅數據都指住中共冇辦法喺經濟上高能夠創收。今日朝頭早一早翻嚟就做咗第一節，咁最新就係日經佢報導2022年嘅下半年，外資對中國直接投資得翻425億美金。同去年同期，即系2021年嘅下半年，急降73%，创18年嚟嘅新低。咁你就知道点解中国嘅经济系急速下滑，因为当外资半年里边走咗73%，咁你话啦，你能够做到几多？我就以三头马车，以外贸占中国嘅经济总值大概20%。佢衍生嘅我唔講，但係呢20%裏面73% 嘅下滑，即係話整個中國經濟嘅缺口打開咗差唔多接近兩成嚟。你話啦，14-9億人，即係呢個當然啦，唔係咁樣計嘅數就，但係我哋換算嚟講，就係9億人嘅就業直接用20%，即係少咗2億人。條數係咁計定係唔係咁計啦，我唔係一個經濟學家，但係呢個好顯而易見，就係話有咁啱得咁巧，動態清零，結果真真正正俾到一啲外資佢哋唔情願走，都因為動態清零，佢哋諗錯就係話，因為中國嘅產業不確定性、政治因素，甚至民粹主義都令到呢啲咁嘅企業周身唔舒服。喺呢度，既然有替代嘅市場，你就見到頭先我今朝早美國商會講嘅，已經大量嘅美資唔再選擇喺中共作為最佳嘅投資點。日經今日再插一刀，你話幾嚴重？而嚟到呢一度，今朝早最新嘅就係、是。在外國之前，高盛或者大摩已經說，哎呀，中國小陽春，樓市復甦，結果迎來了或再調整他們的看法，就是中國的樓市根本上沒有起色。所謂的小陽春，即是之前我做節目說，很可能就是我們賣樓抵債，即是沒有錢還，這樣你拿了一些樓，那就當賣了，那就是小陽春。各種的看法都已經在這裡，但是中国的经济陷落已经基本的条件有齐晒，要突破非常艰难。我们不做一些无谓的揣测，我们只是讲事实而已。有多人说大肥中国经济不是那么差，我知道某几个省份好像广东省，尤其广州市暂时顶得住，因为有了钱的人你好难一夜之间，你估真系睇无线电视剧咩？但系对于穷人嚟讲，佢哋先至系最难过嘅。节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、追踪、share、订阅科金，睇广告可以嘅话加入会员同 Patreon。大飞我癫啦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而日经其实最了解中国嘅，其实就系日本媒体。强伦喺隔篱。你要应对中国的话，你必然要了解中国。其实等于香港当日很多的抗争者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做任何事一腔热血都好，甚至有些人说不用理中国的。不是，中国你要了解他，你才有机会，就是说能够触动到他。这个是日本仔他们的看法。其实日本人很厉害的，这些就好像当日就是要打台湾的时候，咁佢點啊？行腳僧有一個行腳僧，徒步咁樣環繞台灣，步行咗一次，然後將個據點全部寫曬出嚟。當日仲未有衛星，但係佢嘅台灣地圖嘅準確性係去到99.9%。咁你就知道要打長仗，你的預備功夫，你要佔領一笪地方究竟有多艱難，同埋要做幾大幾大的功課。對日本人來講，這個就是他們從來都不輕視對手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。節目做到這裡，拜拜。